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改变您的生活，帮助这个世界。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季节是不冷不热啊，最舒服的时候。而且呢，这样子安静下来之后啊，我们发挥的就更加深植了。因为安静是有价值的。有多少值多少钱呢？值多少钱？啊？值多少钱？文殊菩萨有说过啊，有说过，说若人静坐以须臾，胜造恒沙七宝塔。啊，恒沙一个宝塔，七宝塔就很贵的，造新的也好，这个都很贵的，啊。静坐一须臾，胜造恒沙七宝塔。为什么呢？宝塔毕竟化为尘，一念静心成正觉。当然，这个静啊，是指心灵的静，这个，但是作为我们凡夫来说，环境的静啊，也是很重要，也很重要。然后，唐朝庞大师也有说。世人爱真经，
我爱刹那静，经多乱人心，静心成正觉，也有这样说。嗯，啊，这个清净是那个，所以佛所住处啊，住处都是很清净的，佛住的地方都很清净的。尽管他也去托钵，也化缘，啊，也会到人间地方去，但是佛都是会住在很清净的地方，说法的地方也是非常清净，哎。所以我们开法会也是尽量能够清净，特意选在啊，我是特意选这个季节来的，啊。这个季节就是可以不需要开空调啊，因为我对那个特别去东南亚啊赤道那里没有办法，电风扇空调开的，整个耳边就是那个风的声音，风的声音，法师讲课像我这样静静的就不行，静静的就没有风的声音大，我这么就喊的，喊的这个效果就会差很多。安静下来之后呢，静下来之后，这个哪怕我不讲话啊，静下来之后，你只要啊，感觉到师父的存在，然后你升起恭敬心，你心跟法师的心相应，那我的心呢跟佛心相应，好了，三位一体，就见佛了，一佛念佛，当下见佛，见什么？不是看到我，我就是三十二相，也不是佛。看什么？心，心心相应，哎，那个有一次也是啊，就前两天吧，我们法会已经很晚了，然后。那时候大概已经十点多了吧，那有几个居士也是其他法会刚回来啊，好像是我们那天是高雄吧，高雄七经法会结束到高雄呢，是用过晚饭啊，然后就到了盐水，然后有一些居士呢也是刚刚从彰化的体育馆的法会刚结束，然后赶回啊，回这个盐水，啊，我们见面。一开始是他们在讲话，啊，一般性，因为那比较特殊啊，讲堂边上的法师寮就在讲堂边上，嗯，也是因为人不多嘛，他们也是比较主要的几个人啊，这个比较主要的嘛，啊，一些。然后先是他们讲话，后来发现不对。在师父面前我们才讲话，后来他们就静下来了，讲，然后静下来说请师父开始，请师父开始，嗯，那个时候已经晚上都，那个时候已经我看看都快十一点出头了，嗯，我心里想，我说不是嘴讲了就叫开始的，像一个小范围几个人哦，你静下来，你感受到师父的存在，哎，哎，就是。那我们今天这么多人也是，我们静下来，感受着我的存在，啊，那种心灵的，心与心相应，这样就好了，就是法。而且是啊，非常非常殊胜的法。过去，那个玉皇大帝啊，帝释天以天花供佛啊，然后亲自给佛铺座位，铺完了之后趴在地上，请佛陀踩着他的背登上狮子宝座，佛手里拿着啊，那个帝释天供的这个啊，
供的这一朵天花，与大众之中持花啊，持鲜花，这个这一刹那的时候啊，现场都非常的安宁安静。哎，迦摄尊者会心微笑。哎，在我们佛教里面就有了这样，叫佛就说，我有涅槃妙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啊。迦摄尊者会这个法门。哎，其实除迦摄尊者，除了迦摄尊者会心微笑，我们也都可以会心的啊。人与人之间心灵的交流都要学会的啊。那我们学会心灵交流，那你就啊就明白什么叫忆佛念佛啊，念释迦佛陀，念十方诸佛。那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涅槃啊？你说涅槃，那涅槃的意思是什么？是不生不灭啊。涅槃不是死了，不是结束，涅槃是代表尽虚空遍法界。哎，那释迦佛陀现在在不在？哎，你说在啊，刚刚请来。你看我们的玉佛啊啊，请问我们这玉佛庄严吗？庄严。哎呀，真庄严哦！啊，我们真的非常幸福。本来。这尊佛是啊，这个崇山峻岭啊，这个千山万水运到我们台北来的，从缅甸呢，缅甸大师父亲自请来的啊，请来本来想是放在台北那一个什么什么道场的东区中心的，结果有人抗议说，这个佛像如果供到这边，我们这房价会受影响的，房价会受影响。你看，这就是那个，哎，所以台湾这地方表面上客气的，哦，关键时候就动真格的了，哎，表面上客气的，你邻居马上就提抗议哦，因为佛像放到这里，供到这里，我们这里房价会受影响的。他们是什么逻辑？你跟他吵架，哎，只要在大陆有可能他不干，那要跟大陆就卷袖就打起来了。我供佛像关你什么事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哎，有可能会打，所以他也不会讲了。有可能大陆还可以供啊，这里还不能供，你看，哎，所以这都相对来说的。啊，你看别人供佛像他要来干预，他说房价会受影响，你说这是什么逻辑啊？这个地方有一尊佛像房价就跌下来了，这有逻辑关系吗？哎，大家也可以拿出来抗议一下。你看弄得那一片众生都没福报啊，这尊佛像这么庄严的佛像不能供在那里。本来我们筹划呢，我来的那一天就在筹划这尊佛像，大师父吃饭的时候就在筹划交代，把那尊佛像要请到那，啊，结果我要走之前，你看，昨天听他们说不能供啊，提什么抗议，啊，影响房价会下跌，啊，然后今天就打电话说还是供到我们悲愿讲堂吧，所以你看一下子。哎呀，哎，请问是佛可怜还是众生可怜？众生可怜呐，众生可怜。
真可怜，颠倒，颠倒，黑白颠倒，哎，黑白颠倒，嗯，哎，这个世界，这个人是没办法，啊，嗯，没办法。啊，就上次有个徒弟啊来跟我说，他说我们放生啊，放狗啊，啊，放狗啊，本来做好事嘛，放生放狗，到那个市场那条街都是杀狗的，然后他就去把这家，把那家的狗都包掉了，包掉了，一包包了几百条狗，然后他还要杀，哇，然后几个女居士啊，然后他是男的。他说你看我长得五大三粗的，很像黑社会的。他就跟他说，如果你再敢杀我，我跟你没完，你别想开店了，我真吓得不敢杀了。你看做好事，所以这个我们佛教也是，你看哇，这个八大金刚啊，金刚怒目，哇，有的行菩萨道还在佛面前还发誓誓真，我不吃不差生戒，不吃，我不吃这条戒。若有人敢犯我佛教，啊，要那个的话，我就收拾他。哎，你看，就是，你看，所以佛教才能保存到今天呢。佛教护法神是还是很厉害的，哎，所以菩萨慈眉。金刚怒目，啊，金刚怒目。我们阿育王寺有个老和尚，以前我们都喊他叫北京师傅，他也发了多少条大愿，好像12条大愿，其中有一愿就是，啊，愿我生生世世，啊，有人要毁谤三宝、破坏三宝者，我要现身出来制止他。他其中就是这一愿，啊。就是但是对于真正的一个真的菩萨证悟空性的人啊，他可以显现各种方便啊，对我们凡夫来说，我们心里面我执本身就很重，那还是要啊依到这个法来自我调伏，自我调伏，哎，佛陀这么庄严这么圆满还被人嫌弃哦，你看还被人嫌弃哦，你所以说佛不能度尽众生，但是这不是佛的过，这不是佛不圆满，对不对？众生业障太重，哎，众生业障太重，我就是在印尼好了，那个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的国家，那个我们华人居士都可以把佛像放在朝露的，就露天给佛盖一个亭子，灯光打着，来来去去的人都可以看到的，也没有人来抗议哦，伊斯兰教的国家。哦，我今年也去过美国了，那美国是基督教的国家，那法师到那边买一幢房子盖寺院，佛像啊都就在外面露天里，灯光打的，来来去去车都可以看得到，寺院的名字写的啊，普贤寺啊，外面有佛像，一是基督教国家也没有人来抗议，哎，那我就觉得这种事发生在台湾呢，啊，我心里还是有阴影的，啊，对台湾好感虽然很多很多的好感，啊，当然很多好感，但是就这样一桩事情啊，我觉得，哎，台湾还需要还有进步空间，我们台湾人还要好好忏悔。是不是？哎，对。
得好好唱。居然在一个台湾，一个有神道教信仰，一个有佛教信仰的地方，居然容不下一尊佛朝在外面，啊，这是有问题的，这也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危险的信号。有没有觉得我们台湾有点危机感？有没有？有啊。啊，放生现在开始要制定放生法规，不能啊随意放生。啊，请问这个是不是有危险的信号？啊，危险的信号，哎。然后又想又什么？现在又在讨论要建立宗教法，啊，宗教信仰要有法规来管理。那糟糕了，台湾要以后宗教信仰要有人管了，那你找做宗教活动要有人批了。那你既然成立了法了，那那又有执法的机构，那专门也有针对要管出家人，管佛弟子。管各个宗教的政府职能部门，就是说这个法规肯定要有人执行啊，那这个执法的部门又要成立了，请问这是不是危险信号啊？哎，我觉得啊，那对于我们来说要不要珍惜，好好呀，好好的珍惜啊。哎，欺负人，不要说欺负人了，佛都被欺负啊，就说欺负人了，哎，欺负到佛头上了，哎，所以这个，哦，就觉得这个世界啊，五浊恶世啊，真的，五浊恶世的本质啊，在哪里都是啊，都有这样子的，哎，都有这样的五浊恶世的。像大陆大家都知道，去很多寺院卖门票，但是这两年这几年都呼吁，现在从今年开始，很多大的寺庙全部开始不卖门票了，不卖门票了，已经开始努力了啊。那但放生是没有阻碍的，放生没问题的，随便你怎么放。但不管在哪里啊，不管在哪里学佛，都不要忘掉，这是五浊恶世，啊，这个时代啊，众生浊、见浊、烦恼浊、命浊、劫浊，哎，在这五种浊的现象，而且本质是苦的、恶的，哎，那我们真的要好好升起一个处理心，对这样的世界，所以，啊，虽然每天也都满满的啊。所以还觉得很充实，很充实。虽然很快这个时光过去了，但是我们很充实，每天没有空过，做该做的。我们大家在一起很快乐，很温馨。每一场法会，当下的那种温馨，那种光明、慈悲，将永恒的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功德，对不对？哎，这个非常欣慰的。也就是说，这十几天如果是一块地的话，我们在十几天的地里啊，播种下去很多，辛勤的耕耘了很多，必然硕果累累，对不对？哎，这个是很欣慰的，功不唐捐。岁月这片田地，我们还是耕耘了。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吗？人生也是这样。最后人生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一点的。我今天所讲的就是我提醒大家的。我现在就是死亡前的感言。来的一天是生，走的一天是死，我讲死前感言。不过我命就。台湾的这次弘法的命到这里就结束了，命运结束的话，那就讲，哎，还不错，还不错，啊，吃的什么？其实我忘掉了，
吃什么就忘掉了，睡得怎么样我也忘掉了。啊，印象最深的还是法会的状态，法会的状态啊，大家都很开心，我们的心灵都很美，每次法会都很圆满，这个最重要的，刚才开法会之前，我们吃过饭哦，那边吃过饭回来，然后我又去逛了一下啊，消化消化，又把最后的钱请了一尊这个虚空藏菩萨。这个啊，我们正好嘛，我们每次施食啊、上供下施啊，这都是要特别是虚空藏菩萨啊，这个法门施食虚空藏菩萨，每次我们都要念的，南无虚空藏菩萨，南无虚空藏菩萨，南无虚空藏。哎，我说最后，请看到这尊菩萨非常好，还是水晶的，这个我这个就把这尊就供养给我们生命体系悲愿讲堂。这个，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啊，这个世界啊，就看好样子啊，看如法的，看啊法的眼睛去看。如果看过失啊，如果要找不高兴啊，那天天生不完的气，对不对？那你说，那我遇到了怎么办？遇到那就鼓励自己吧，啊，鞭策自己升起出离心，升起对轮回的厌恶，对不对？那这样一厌恶，又属于佛法，又赚了，对不对？反正好的，好吃啊，大家客气，大家恭敬，也把它转成佛法；不好的也转成佛法，这就叫转法轮呐、啊，转转转，全部转到佛法上来。保持着觉醒和这个啊觉醒的正念和慈悲的一种心态，这个很重要。人生会啊，这个短暂起来也是很短暂的，有时候。虽然每次你看八关斋戒的时候啊，大家坐在那边都很辛苦啊，受八关斋戒，过午不食啊，有的人都想，哇，这时间怎么这么长呢？我以前从来没觉得一天会有这么长，是不是？受八关斋戒的时候觉得一天很长了。这个，但是，我们这个每天好像这么充实，一下子就过去了，一下子就过去了。人生一辈子也是这样，那就我们的生命要有一种规划啊，要有一种规划，要知道有一种，这个善恶，啊，什么叫善恶呢？就是我们的行为、身口意和造作的业，给自己、给他人带来快乐的，这就叫善。给他人和自己带来痛苦的，这就叫恶。这个，所以那快乐也好，痛苦也好，这个是结果，这结果才会感受出来。就是说，要有学佛的人要知道一个因，就是我这个因会带来快乐还是痛苦。这个因，所以我们这个四无量行里面叫愿诸众生具乐即乐因，愿诸众生离苦即苦的因，
我们自己这方面要学会，就像看车开车的人一上车安全带就系好，哎，就有什么又有这种这个要有这种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开出去了，嗯，红灯就必须得停下来，绿灯才可以走，哎，如果看到有警察给你招呼，哎，你还要跟他配合，哎，我们做人也是这样的，要知道我们人不是说人一辈子活下来然后都进步的，说人往高处走，不是说每个人都往高处走的，但是有没有往高处，是往高处还是往低处，这不是命运决定的，这是完全就是你走出来的，往高处也是走出来的，往低处也是走出来的，嗯，所以这个就叫觉悟啊，修行是何其的重要啊，何其的重要，嗯，人虽然有命运，但是过去的业力影响，但是真正的啊，这个命运还是在自己的手里的啊，不是说啊，我们找一个风水先生来看看啊，然后买两个吉祥物放在家里，哦，比如说转运的，哦，这个吉祥物可以转运的，哎，真正转运的就是自己，哎，就是自己，啊，我们都知道小沙弥的故事啊，都知道小沙弥的故事，命虽然很短，但是他救了一群蚂蚁，哎，他就。就死期就变掉了，哎，死期就变掉了，那个啊，有一个人拿来开啊，有一个过去啊开的旅店，哎，开旅店，有一户人家，这个爸爸妈妈带了个小孩到他这里住旅馆，就一住就住很久，啊！后来有一天下大雨，下大雨，那个旅馆里面有一个小池子，有一个小小小的一个池子。结果下大雨之后下了，这个池子水下满了。结果这爸爸妈妈带了这个小孩，他们住在这旅馆里。后来这个小孩子玩的时候就掉到这个池子里淹死了。爸爸妈妈在一边哭在一边讲啊，他说有人算命算出来我儿子要遭水灾啊，要水死在水里啊，所以我故意我就找哪儿离开水，离水远一点，又看到这家旅馆最高高高的位置，那不可能有水的，结果所以我带着这个小孩到这来躲难的，躲难的，结果你看下了一场雨，一个小池子，他儿子还结果还掉到水里淹死了，啊！一边哭一边说这个，哦，这个店里呢，怪不上那个这一家这么奇怪，跑到我家住这么久，旅馆住这么久，嗯，嗯，那另外有一个也是，这个啊，过去这个是国民党里面当兵。啊，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啊，哇，非常惨烈，这个两方全部都人都战死了，结果其中他没死，但是他怕日本兵再来嘛，他也在那装死，到晚上的时候有两个人过来，一个一个看他，吓坏了，他以为哎，这是谁？结果就听了那两个人的，到了他这边之后一看，这个人他说：“哎，这个人命还不该死啊，他怎么也死了呢？”另一个声音说：“他是不该死啊，他是装死啊。”
哎，他以后是要，就是，哎，他是怎么的？比如说他是有个灾，那个灾才死掉的。所以他听了这个之后，哇！后来他知道这两个是阴差，是阴间的，阴差来看那些死人的。后来他就知道了，哦，我还命不该死，啊，我要什么什么什么时候才因为什么什么而死？哇！他后来打仗的时候勇猛啊，打冲啊，冲锋陷阵的，他知道反正我打不死的，啊，结果还真的，后来这个他退休的时候，他就啊退下来的时候啊，他就特意啊这个，因为那个阴差说他以后也是水灾而死的，那他就想我以后离水远一点。后来他到地方上啊，他就当个小官啊，然后最后退休的时候他就住在山上，他说我住在山上，我看怎么弄水。哎，结果也是下一场大雨泥石流，结果把他给弄死了。哎，你看，所以大家再奇怪呢，躲不掉这个。哎，那也有一个也是，那算命的给他算出来说你啊，你要啊这个活不过几天，要有一个横灾而死。哎，这个一听，那好嘞，我生意也不做了，把一些钱收收回来，我回家吧，回家吧。哎，结果他出去散步的啊，就看到有个女的跳河，哎，跳河自杀。哇，他这个就他自己不会游泳，他就叫你们谁救我，给他20两银子。哦，这有人啪就跳下去救了嘛，啊，把这个女的救上来之后，哇，他现钱，正好有现钱，他把20两银子给别人了，然后就问这个女的，那女的问他，你为什么要自杀？哎，他说他丈夫啊出去，哎，然后他这个他呢就去啊，丈夫不在家，然后呢他家里头猪啊他把它卖了，结果卖了之后卖来别人给他的全部是假钱假银子，哇，他就吓坏了啊，这对公公婆婆也交代不过去啊，丈夫回来也要也是的。他说一怕一下，他说不活了，就跳河自杀了。他说啊，你就围了一头猪就想自杀了，就算了，我给你两头猪的钱，你别死了。哎，这个女的啊得到这个钱之后啊特别高兴，就回家了。哎，后来她丈夫啊这个就忽然就回到家里来了。哎，然后她就跟她丈夫讲这个事情，她丈夫听到都不相信，还有这种事啊？你要死，别人出20两银子救你，然后你猪卖的是假钱，别人再出你双倍的猪的钱给你，还有这种事啊？来，你带我去，我去问问去。结果走到这个镇上的时候啊，是敲门。敲他的这个店里的门，哎，那里面有人问谁啊？他说，这个女的就说，我就是你白天救的那个要自杀的女的，我来谢谢你的。那里面声音传出来了，这半夜三更的，你一个女的你来，我一个单身汉在里面，要说话明天再来，哎，明天白天来。结果她丈夫听到了，哇，我这个人真的这么好？然后她就发声音了，她说我是她丈夫，我也陪她一起来的，我们来向你谢恩呐。她这一听到啊，她丈夫也陪她来的，啊，那她就起
起床起来，然后就来给他开门。哎，他刚给他开门，结果后墙就倒下来了，就一开门，他给他开门，这个一见面，结果那个后墙，他房子的后墙倒下来，把他的床砸得粉碎的。你看，那本来他是命中是不是要被砸死的，对不对？被后墙砸死的。但是你看他做了好事的，他救了别人命了。哎，所以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他命运就转变了。你看，哎，所以这个命运其实还是在自己手里的，还是在自己手里的。所以才说叫礼佛一拜灭罪恒沙，念佛一生增福无量。所以佛教徒就知道这个道理，就不用算命了，不用算命了，算什么算，好好修就是了。哎，你算还有投机取巧的心，老老实实修。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4处园区，新北有1处园区，于云嘉南地区有10处，高平地区6处，金门设有1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1、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2、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企医护经费，带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3、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4、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大家好，我是食药署署长吴秀美。目前陆续核准家用 COVID-19 检验试剂产品，民众可以到药局、药妆店等合法通路购买，购买时注意外盒的防疫专案核准字号效期，使用前详阅说明书，并洗净双手进行采检。采检后将以使用的采检试纸及试剂用塑胶袋密封包好，居家隔离或检疫者采检结果如果是阳性，请联系当地卫生局或拨1922。其他民众采检如果是阳性，请不要搭乘大众运输，尽快到社区采检院所检测，并携带塑胶袋密封的采检器材给院所人员。采检结果如果是阴性，塑胶袋密封的采检器材宜搬垃圾处理，并遵循防疫规范，持续自我健康管理。猎狐的小雨。
小雨是猎人阿庆的儿子，而阿庆是村子里有名的猎人。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会继承父业，成为一名优秀的猎人。但小雨的母亲却希望自己的儿子好好学习，将来去大都市上学。但或许是父亲基因的影响，小雨在小学的时候非常调皮，经常抓一些小动物带到学校里玩耍。这天，小雨带着一只小鸟进了教室，小鸟的脚被系着一根丝线，它拼命地飞着，却无法飞走。小雨，这只小鸟你是从哪里弄来的？这是我自己抓的。小雨，你能把这只小鸟给我玩玩吗？那不行，我还没玩够呢。哎，飞走了，它要飞走了。放心吧，它飞不了的。回来，怎么样？我就说它飞不走吧。老师来了，老师来了。哦，怎么有鸟叫声？咦，有小鸟。可怜的小鸟，它的妈妈一定在家里等它回去呢。是吗？今天我教大家一首古诗，谁道群生性命为，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小雨听后低头不语，接着他解开小鸟脚上的丝线，将其往空中一抛，放生了。大家看着小鸟飞向天空，小雨真乖。在那位老师的感召下，小雨渐渐地收起了玩心，开始用功读书。等他上中学的时候，成绩已经非常好了。小雨的成绩越来越好了，以后他一定会考上好大学的。小雨是大山的儿子，他平时应该在山林里多和那些鸟兽接触，而不是像个女孩子一样整天在家里。哼。唉，小雨正在认真看着书，突然他身后鸡窝里传来了一阵鸡拼命拍打翅膀的声音。小雨急忙扭头一看，只见一只脖子有一圈白毛的狐狸正咬着他家的老母鸡。小雨不知道这只狐狸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量，竟敢在大白天在人的眼皮底下偷鸡。或许是因为它真的饿坏了，也或许它从小雨身上没有嗅到猎人的血腥味，所以才会如此胆大妄为。啊，狐狸！小雨，发生什么事了？狐狸，刚才有只狐狸偷走我们家的鸡了。啊，好大胆的狐狸，竟然敢在大白天的跑进我们家里偷鸡。小雨，别怕，妈妈在这里。一只狐狸就把你吓成这样？哼，想不到我猎人阿庆的儿子竟然会害怕狐狸，这事要是传出去，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孩子受了惊吓，你这个当爸爸的还要刻薄他，莫非你的心是石头雕出来的不成？哼，他都是让你给宠坏了。小雨才14岁，还是个孩子呢。14岁？我14岁的时候已经拿着猎枪独自进山打猎了，可他倒好，竟然让一只狐狸给吓着了。父亲话里的每一个字像针一样扎着小雨的自尊心，终于他忍不住了。我并没有让狐狸给吓着，只是他跑出来的太突然了。哦，这么说你不害怕狐狸，那你敢去山上抓他吗？这有什么不敢的，我一定会把那只偷鸡的狐狸给抓住的。这样才对嘛，这才是我猎人阿庆的儿子。几天后的一个凌晨，小雨带着父亲的捕兽夹和猎刀，独自来到了山林。之所以选择凌晨，那是因为狐狸是昼伏夜行的动物，它黄昏出动时，经过整整一个白天的养精蓄锐，它异常敏感，来往路上任何可疑的蛛丝马迹都休想瞒过它的眼睛和鼻子。黎明返回时就不一样了，
在树林里奔波觅食了一夜，早已精疲力竭，又回窝心切，难免莽莽撞撞。不错，这小子还算继承了一些猎人的血统，知道什么时候来设下陷阱抓狐狸。天还没亮，小雨他一个人上山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吧？要不你跟着他去看看。你放心好了，山里又没有什么大型的猛兽，他不会有事的，我们就等着小猎人把狐狸给抓回来吧。捕兽夹一定要先在清凉的河水里浸泡一会，这样是为了去除粘在上面的气味。安置捕兽夹时必须得用草将其伪装好，要知道狐狸非常狡猾，稍留下一丝破绽它就不会上钩的。一切收拾妥当后，小雨将留在捕兽夹四周的足迹清扫干净，退到河边的礁石后面，怀着一种渴望复仇的焦急心情等待着。过了没多久，一声狐狸的惨叫声传了过来。太棒了，抓到了！没错，就是你，你这个偷鸡贼，今天就用你这张狐狸皮来偿还我家的那只鸡。面对即将落下的猎刀，那狐狸竟然既没有躲闪，又没有哀求，反倒对着草丛里发出一阵充满焦虑、关切，甚至还有某种警告的叫声。哦，这只狐狸好奇怪啊，难道说此刻还有什么比它性命更重要的东西在吸引它吗？啊，这还有两只小狐狸。哦，妈妈被抓住了，我们要过去救妈妈。走，你们快走，不然也会被抓的。两只小狐狸被母亲愤怒的表情吓坏了，他们不愿离去，又不敢靠近，只在那里磨蹭着。这两只小狐狸是无辜的，不过这只大狐狸今天是必须得死。当着小狐狸的面杀死他们的妈妈好像有点残忍，我得先把那两个碍手碍脚的小狐狸赶走才行啊。走开，走开，你们两个不想被杀死的话就赶紧走。两只小狐狸被小雨手中的刀吓得急忙钻进草丛里了。小雨见后扭头又看着母狐狸，母狐狸此时趴在地上，它似乎已经做好了被杀的准备。可就在小雨再次举起猎刀的时候，那两只小狐狸又大叫着跑了出来。妈妈，妈妈！啊，你们怎么又回来了？赶快离开这里！想不到我猎人阿庆的儿子竟然会害怕狐狸，这事要是传出去，还不让人笑掉大牙？这么说你不害怕狐狸，那你敢上山抓他吗？不行，我绝不能让父亲看不起。今天说什么也得把这只狐狸带回去。想到这里，他看了一眼那两只小狐狸，然后从地上抓一把枯草点燃后朝小狐狸扔去。你们这两个家伙快走。所有的野兽都是惧怕火的，这两只小狐狸看到燃烧的火苗和滚滚浓烟，吓得钻进树林跑走了。好了，你的孩子们已经离开了，现在我俩该算账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他竟然既不避让也不退缩，反倒将自己的脖子伸了过来，他这是在求死吗？那只狐狸等了半天，发现小雨的刀还没落下，便睁开眼睛，他看了一眼渐渐熄灭的火焰，然后又望了望小狐狸跑走的地方，最后盯着小雨发出了一声叫声。他真的是在求我赶快杀掉他吗？没错，这只狐狸知道等到火焰熄灭后小狐狸还会跑回来，他就是想让小雨在小狐狸赶回来前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死了小狐狸才能死心离开这里。谁道群生性命为一般骨肉一般皮，
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赶快离开，不要再回来了。然而那两只小狐狸这一次竟然叼来了一只兔子，他俩齐心协力咬着那只兔子，吃力地将其往捕兽夹这里拖着。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给他们的母亲送来最后的一餐？小雨好奇地看着那两只小狐狸将那只兔子搬到了他面前，接着他俩像人一样用两只脚直立起来，用充满哀求的目光看着小雨。我明白了，你们是想用这只兔子来换你们的母亲，是不是？老师说的没错，其实动物的情感和人类没什么两样，现在看来真的是这样。这只兔子是昨天夜里母狐率领这对小狐狸捕抓到的，也许是奔波了整整一夜好不容易才逮到的，很有可能是他们今天充饥的唯一食物。为了母狐，他们宁愿忍受饥饿。小雨想到这里，他用猎刀弄开了捕兽夹，那只狐狸急忙抽出那条血淋淋的后腿，两只小狐狸立刻高兴地围了上去。你走吧，我们之间的账两清了。小雨回来了，怎么样，你有没有受伤啊？没有。哎，怎么回事？狐狸没抓到，却抓到了一只兔子。这只兔子也不是我抓的，而是狐狸送我的。啊？你说什么？这只兔子是狐狸送你的？小雨点了点头，然后一五一十地将自己的经历讲了出来。看来我真的没有办法成为一名猎人，我真的不忍心杀他。孩子，真正的猎人并非只会一昧的杀戮，如果是我遇到了这种事情，我也会放走他们的。我们没有理由杀害一位伟大的母亲，伤害两个懂事孩子的。嗯，爸爸，那我想将这只兔子放回山林，让它自由的。好的，没问题，我尊重你的做法。小雨还是心怀慈悲，心地善良的。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Thank you.